上课。起立。立正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压腿准备。别给我偷懒啊！谁要是偷懒，我可罚你们。好好做。甜心。啊。后腿，后腿，抬起来。挺胸抬头，看肩膀。让你平时偷懒，这会儿知道疼了。站站站，下去，下去，抬头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马老师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和你单挑。单挑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不敢？是，老师不敢。老师是怕伤着你，不用你管。小小年纪口气不小。好，那我先绑着双手。好。来。老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绑着手，怎么能行呢？接下来，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，点到为止。你很不错，好，这第一句算我们两个打平了。啊！接下来这第二句，你给我认认真真的听清楚。我打你，你不能还手。站住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！站住！跑！哎！停！快停！折了，胳膊折了！哎呀！啊！呀！兵不厌诈！哎呀！校长，袁老师，今天我才知道林秋南是你外甥，你可真行，就剩俩合起伙来整我是吧？马老师，
不是我说您，您跟一个孩子动手还输了。我输了吗？我那是让着他。你说我一个老师怎么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呢？那你也不能跟孩子动手吧。哦，他说什么您就干什么，您这也太好斗了。那是我好斗吗？那是你外甥太调皮。原来你外甥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？你还把他放在安老师这个班，居心何在？这不明摆着是想拖累安老师吗？马拉松不许乱说话哈。你再给我指一个。我指你了。你在这儿。我指你再给我指。你要干嘛？你是这儿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别闹了。校长，是我管理的不好，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。校长，不怪安老师，您处分我吧。对对对，校长，这事跟安老师一点关系没有啊，责任全部在原来。你离得远点，以后别跟这种人说话啊。松手，干嘛呢？松手，松开马拉松，你给我松开。安静，我只说一句，你们家条为什么受伤的是我？袁老师，你是怎么叫外甥的？尊师重道，懂不懂？他哪懂这个呀？还有你，鸡蛋碰石头，石头碎了，啊！你，安老师，学校这么器重你，你不能让学校失望。你们都出去吧。马拉松，你给我留下。舅，没事吧？我看看。舅什么舅啊？都是外甥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呢？啊！你看看你这个肚子，啊，这跟我肚子有啥关系啊？林秋南，这个给你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哇，好可爱的兔子。你喜欢？拿好了。要是能借我玩两天就好了。好吧，那就让你玩几天吧。真的太好了。老大，林秋南在那儿。林秋南，林秋南，林秋南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师傅，请收我们为徒吧。干嘛呢都？以后你们就是我林秋南最好的朋友了。太棒了！我们是个组合。对，那就给组合取个名字吧，师傅。那就叫中国复仇者联盟吧。我是钢铁侠，我是绿巨人，我是雷神，我这是功夫熊猫，哈哈，我大！我是大圣。哎呀，你还归来呢你？行了行了，太麻烦了。我妈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那我们就叫龙城小子吧。龙城小子，好。听师傅的，叫龙卷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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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秋南，龙卷小子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我们先走了，你给我站那儿，师傅再见，师傅再见，拜拜，师傅再见。